就可能会受伤。好，好，这个我们用一般的写法就好。点，好，往下，底贴，哦，好，太极底掉。好，手提高。好，在这个的底下的左手，哎，右手边。底贴。它不是完全平行，哦，下面比较开。这个呢比较有一点就是上下长的感觉，哦，好，左边右边这个臼第一横跟它等高，哦，这个是不是又跟这一笔很像，嗯，对，只是这个我有起笔，这个我没有起笔，哦，然后这两点正好包住这一点，所以这一点你要写在这个方框的接近上方，好，很高的位置下这一笔，底贴，好，一样的位置，这个这一横就没有什么，好，不用写的特别长，这边它好像没有贴住。好，手向右，慢慢拉开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位哦，它很特别哦，它第一横没有很斜，哦，我们姑且写写看，它有几个特点，就是这个戈呢，它非常的直，嗯，所谓直是这一条线蛮直的，可是呢，它很斜，对不对？很斜，但是很直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弧度。但你手要松哦，哈。再来，里面的女，哈，里面的女上面是不是有一横？对。然后一二三这三个线条，连同第一条线，形成了两个白色的框框，对不对？间隔会差不多，哈。言下之意就是说，那个女字旁跟上面那一条横线不要贴在一起，好，空间要打开，哈，空间要打开。它是接在这个旁边，好，先直，所以你的第一笔就下来一点，一点。这个要移动肘部哦，鼻贴，贴，贴，